本色出演。其实，在黄书香里边，像这样的节油啊，已然是属于黄书香里边级别比较高的了啊，因为它的节油还是挺丰富的啊。大家可以从它的这种啊韧皮里边可以看得到啊，还是很丰富的一个节油，又是比较啊大块头。如果男士呢啊喜欢盘捻珠子的，完全可以出手了啊，盘捻、佩戴都行。大气，而且我们这个珠子是完全没有高剖，对，完全没有修补，没有做任何。而且这个一带也是那种，就是那种黄皮坎，不蜡沉的感觉嘛，都有蜡珠嘛，对，就是这个质地啊，很柔韧。16米20多克，16.7，算算星珠系的价格。星珠系的价格也得几百一克吧？那是得，也这么大的规格的话，所以加油啊！因为这样一串也不易呀。其实以后那个这黄书香的老料，其实有时候可以。不都切珠子，可以再做点平安扣之类的，这个也会很漂亮。大家加油，不到2秒时间，这种我们秒拍拍到6000多的吧，有6000多的，有8000多的都有。大家加油啊，不到2秒累。不要以为前几件都是很便宜的。其实都是很精的，但价格都是很低的。大家也是加油出，现在太低。黄书香里边的顶级。像这种真的是我们日常怎么带都行，送人自带。啊，像这种香气又很清雅甜美，啊，这么大的颗粒，这么饱满的油线，又是一目一气的，一块料切出来的，又是如此超高的性价比，绝对是，啊，送人真的也很有面子，因为是天然的海南的根部的节香，那绝对是品质在这儿摆着呢。大家加油！2000多位朋友了，海南香对，大家不用压秒啊。之所以，然后是在所有的产区里边拔得头筹啊，就是因为它的先天的这种天时地利，得最早的一个朝阳之气啊，太阳之精液所发，所以阳气呀。凝结，浮生，感谢出价，特别合适。重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这种，任何的这种抹油啊、花色呀，啊，就是它的原来的样子，而且很大个，很大颗。浮生来了，昨天就来了，我看他。是。说说你下回可以落了，可以啊，今天是有收获，以后拿那个号牌。昨天没有。对，下次进来你说就是它有一个实名选择，一个号牌选择，你就拿一个号牌，对，这样就不知道你是谁，谁都不知道你是谁。